今天是一个我不知道行程的行程，我第一人闻冬季海南鸡饭胜过天天。后方就是著名的雨漩涡，据说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室内瀑布哦。大家早安，今天是一个我不知道行程的行程，我大家看到我坐在车子里，今天呢有新加坡当地的人文青带我们出去玩。文青 Hello 啊，他是听说他是当地的这个著名朋友圈的 Uber 是吗？ Uber 对，而且他昨天突然，我们昨天他也载我们回来，然后呢那个大概11点多的时候接到一通朋友的电话，说他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远的要命的王国，然后他就载他，就他还真的去了，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哎，文青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玩？今天要先是去吃鸡饭，对，我最喜欢的海南鸡饭。海南鸡饭吗？是文冬季海南鸡饭，也是比较出名的一个海南鸡饭，但是不是观光客知道的，这个好像没有算是观光客知道，只是我们本地人比较喜欢文冬季啊，胜过天天哦。当地人闻冬季海南鸡饭胜过天天。好的，然后后面呢？后面有什么？后面就保密好了。后面稍后再讲好了。稍后再讲。卖个关子。那你看，文青驾车超厉害的，他就很好哎。其实我昨天很累哦，然后就坐在他的车上，我快睡着，结果他驾车非常的稳。是因为你累。好啦，那我们就待会期待待会的海南鸡饭喽。
的位置呢是新加坡机场旁边的星耀樟宜，那它整栋建筑物呢是以自然生态为主题所打造的。那在我的后方就是著名的雨漩涡，据说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室内瀑布哦。所以来到机场之后呢，大家可以把心里寄放之后来到这里来感受一下这边室内的大自然气氛。这边呢也有商场还有美食街，所以来到这边呢也不怕没有东西买没有东西吃。Call it what you want, call it what you want, call it.